大家好，我是鲁子兄弟小梁。前几天我和老罗听老人说，放个草把在小溪里面可以多捞点虾米。今天我们来看一看，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了。到了，放第一个草把在这里了，你看在下面那里。哎呦，哎呦，有没有啊？有啊，好多啊！冻虾米，蛮多嘞。哎，这么多虾米，在小溪里面就算这个是大个的了，虾米的。你看，一边跳了，这渣渣也太多了。啊，第一个就拿了这么多，你看。还有一条小小的西斑鱼啊，这个草是古董的，没有卖吧？啊，这下面有一个，我们这第二个了，放这个草。哎呦喂，这个重哦，也有多吧？哎哎，上面的看到有了。啊啊，你看这个也有好多了。哎，有一只小螃蟹。哎，真的，这小螃蟹也有啊。这个没得到多少啊，那一只小螃蟹。这第二个草把没有比得上第一个还拿得多一点。哎，我们到第三个草把这里了。哎哎，你看这个草把在这里。嗯，也有点哦，有一点厚、哦。这个也没拿不了多少，嫌不到第一个，第一个还拿多一点。哦，这下面有个，下面有一个草把，哎呦，这有点高哦，哎，哎呦，哎呦喂。这个要轻拿轻放一点了，它才不会跑。哎，这个还可以哇，这个又比前面那两个多得一点，又比不上第一个。你看，它就是一抓，你看，啊，好漂亮啊！哎，我要到第五个草把这里了，这个第六个了吧。哎呀，这个也不行。哎呀，老人家说的这个办法是好，还是溪里没有那个虾米了。因为现在的溪里面都是很少的那种大塘了。老人家那时放的这种草把，上一次可以拿到两三斤的。你看我们今天来就是一个草把才得这么一点，才拿到这么一点，是不是啊？烧了烧了，今天烧了七个草把，也拿不了多少的小虾米。你看，也可能也有一小半碗。
哎，这杂草也多啊，是吧？哎呀，哎，杂草也太多了，这个选也不好选喽、哦。哎，哎呦，还是一蹦蹦跳跳的。你看，这个小朋友蹦蹦跳跳的，烧不了什么，就是这点点，拿回去也不好处理。等下我们把它放掉啊。哎呦，放到桶里。